范总，你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我周五有时间，你来公司谈吧。 OK。 妈，你又开始减肥啊？我想跟何木分手。你不是对他挺满意的吗？我对他的身家挺满意，这还不够啊？但是他就像个机器人一样。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都快变成机器人了。你爱他吗？什么是爱啊？你跟陈一鸣之前那算是爱了吧？不还是分手了？不要提我的事儿。所以啊，爱不重要，钱最重要。既然你觉得钱最重要，你已经求人得人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 但是我每次跟他约会，我就感觉我自己在上数学课，我每次给他发微信呢，我就好像在做数学作业一样。对你来说，倒真的挺痛苦的。人家谈恋爱收获的都是化妆品、包包、鞋子，我收获的 Excel 柱状图、比例图。哼哼。 迟到了，今天是10分钟。今天情绪不佳。是。适当的体育锻炼、音乐以及自我暗示可以缓解情绪低落。另外呢，何木，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日子了，你觉得我们合适吗？ 真巧，我也正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。你也感觉到了？感觉，我不相信感觉，我只相信数据。也行。小林，在择偶这件事情上，我非常的严谨。5年前。 我给我未来的人生伴侣制定了一个4大类，9个项目，一共87个考核指标。那我一定考得挺差的。经过这段日子的考察，这87个考核指标，你拿了60个满分，7个90分，8个80分，6个70分，3个60分，只有3个不及格。我还是个学霸。<笑> 你离学霸还差得远，不好意思。但是这个成绩，让我确定了，你就是我未来的人生伴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已经明确这一点，我希望我们以后的沟通，不必只停留在彼此了解的层面上。 而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我们的婚礼以及婚姻。你这是求婚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吧。不过那3个不及格中，有一个是自我情绪管理。 希望以后你在这方面能够努力提高自己，我也会在各个方面提升和充实自己。希望以后我们能成为彼此完美的人生伴侣。
吃饭吧。吃饭。老娘不是来跟你分手的吗？请进。我不吃这些，我在减肥。给你儿子的，我给雨薇做蛋糕，给萌萌也做了一份。这些油啊、鸡蛋、面粉都是最好的，让萌萌放心吃。谢谢，我先走了。芝芝，见到客户，不要一上来先说自己的产品，要先谈客户的产品。谢谢袁总。下一步做什么？放点青菜吧。这也是青菜啊，那这好多青菜呢，要都放进去吗？可以。都放吗？都放。然后呢，接着打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妈妈回来了。嗯，你们吃饭了吗？雨薇吃完了，我在等你。以后不用等我了。一定要等。拿了吗？拿了。怎么说啊？指标都正常了，医生说，只要按时吃药，起居和饮食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发工资了，快坐吧。我不能喝酒，所以就拿果汁代酒啊。这什么意思？芝芝，想起以前的自己，真是糊涂，竟然那么对你。都过去了，芝芝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。雨薇，来，爸爸妈妈有话要说，你回房间玩好吗？好。刘洋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还生气呢？我跟他早断了。跟那件事情没有关系。那为什么？我对你已经没有爱了。如果你要不爱我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不离不弃的照顾我？我们夫妻一场，你落魄了，生病了，我照顾你是应尽的情分。
现在病好了，工作也找到了，我也没有这个义务了。就算你不爱我了，我们还有雨薇呢。我们要是离婚了，雨薇怎么办？我能照顾好雨薇。雨薇才4岁，你不觉得这样对她来说太残忍了吗？我不想为了雨薇再委屈我自己了。芝芝，你之前总说自己过得很幸福，而现在和我在一起，就觉得委屈。芝芝，我们不离婚。我发誓，我不会再犯那种糊涂事了。我一定好好对你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刘洋了。我也不是以前的张芝芝了。芝芝，要不然我们都先再冷静冷静，别这么快就做决定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芝芝，芝芝，刘洋，你要是还念我一点好，就成全我。我在你眼中真的那么糟糕？跟你糟不糟糕没有关系，是以前的我糟糕。我这不是气话，真的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我了。雨薇跟我，房子归我，等我攒一些钱，我再补给你一些。你看，我自己拼好了。哇，雨薇真棒！来，爸爸奖你一口果汁喝，好不好？雨薇，这是你自己拼的吗？没有爸爸帮忙啊？是的。雨薇真棒，来。雨薇，以后也要这样，不管做什么事情啊，都要自己一个人完成，知道吗？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我中午还要拜访一个客户。对了，你的东西。我今天把宿舍收拾好，明天就过来搬。如果想看雨薇，随时都可以，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再见。Thank you.
啊，谢谢啊，你先去忙吧。刚刚拿到的。 这财务部的赵总，不是潘振勇的人吗？啊，这是下面小强给我的，他是我招的人。来电了。这老板是李思雨。我知道。 我们非要走到那一步吗？我们别无选择呀。这十多年来，他一直是绿宝的灵魂人物。要是没有他，就不会有绿宝的今天。他过去正确，不代表他现在和未来也正确。 钱，谁提案的？王自如，他想干什么啊？他只有23%的股份，他敢罢免我？看他来几天了！这是我的公司，这是我打的江山。 公司正是关键时候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这个提案，能不能暂时搁置一下？现在恐怕不行啊。哦，那就准备应战吧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 11号箱300，余额不足，少下这张，余额不足。 那我付现金。 扫下微信，还差11。 可以了，可以，好，谢谢。稍等，给您一小票。
还是把车卖了，不刚给你30万吗？窟窿太大，尊敬的客户，你在我行办理的住房贷款已经逾期3月，还款金额本息，亲爱的已名老师，您的文章已经成为，亲爱的粉丝示爱啊！看你这表情，坠入爱河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人家就是一忠实的读者。 对，只能是忠粉，你可不能发展成网恋啊！这样你很快就能成为大 V 了。还大 V？ 我现在资金很紧张，很容易死在成为大 V 的路上。所以你要赶快成长啊！我还好拿你说事儿呢。我最近谈了一个10万块钱的广告，如果成了，我就不怕了。那如果谈不成呢？ 我就把自己那个新房子给卖了。哎呦，那我赶紧啊，赶紧接一单大买卖。里边请。右手边。你好，里边请。王总您好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你好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王总，这边来。 里边请，方总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袁姐，请进。行政部让把那个李思雨的办公室给腾出来，他有些没带走的东西，怎么处理啊？找个地儿放下吧，先。 我放这儿了，嗯，放那儿吧。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
我当时是拒绝他购买的。后来，他让他妹妹去买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袁总，其实思雨姐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敌人看。他为了一个订单，都跟我动手了。那是因为我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当时，刘洋还是我老公。抱歉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不用抱歉，都过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，所以才用了一些不入流的手段。做了销售，我也理解了。有时候，连我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。你也不容易。谁容易呢？包括李思雨在内。思雨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找潘总。姐，我找潘总啊，潘总在开股东大会，还没结束啊？嗯，还没有。那我等他一会儿。那您那边稍坐一会儿吧。嗯。思雨姐，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公司现在的业务情况和产业现状，就会发现绿宝已经在悬崖边上了，而把公司置于这种危险境地的就是潘志勇先生。为了公司的未来，也为了大家的利益，我建议免去其董事，并罢免其董事长职务。作为公司股东，我赞成王总的提议。我尊重每个股东根据公司章程提出的议案，但是我要负责地告诉你们，在目前的形势下，如果核心团队被罢免，你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证。各位同仁，我想说两句。这么多年，潘总为了咱们绿宝公司的发展付出了多少心血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。而现在这些玩资本的自恃有钱，就想把潘总赶出公司，把绿宝占为己有，我们绝对不能答应。不答应。不答应。你们凭什么逼潘总退位？论功劳潘总第一，论股份也是潘总第一，怎么也轮不到你们说话吧。各位，这几年公司一直都没有分红，你们想过没有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这是公司战略，你懂不懂啊？潘总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把绿宝集团的300万转给来电了公司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是为绿宝开拓下游产品。这么大笔钱，没有经过董事会，也没有经过股东大会，甚至连集团办公会都没有，你的一个签字就把钱转出去了？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投资非常划算。既然是投资，那商业计划书呢？投资回报率是多少？风险检测过没有？项目可行性报告书又在哪里？做投资不仅仅看报告看数据，还需要胆识和眼光。方丹，绿宝走到今天，这些
你难道不懂吗？那你敢不敢告诉大家，来电了公司创始人是谁？这没什么不好说的。李思雨，他的才华诸位都有目共睹的。300万不明不白的消失，没有任何解释，这就是你的管理，任意挥霍股东的资产，这就是你的胆量，对严重影响绿宝品牌的人，你不仅不严惩，还给他输血，这就是你的眼光。安之勇，管理混乱，能力欠缺，人品低劣，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大家再继续信任了。我们换董事长。对，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安仲下来，换了。董事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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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这是你落在公司的东西，行政部帮你收起来了。我要向你道歉。不是已经一笔勾销了吗？有些事儿现在想起来挺惭愧的，如果不道歉心里过不去。妍姐，那500块加班费的事儿，对不起。袁姐，我也有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你努力打拼是应该的，就算你的努力威胁到了我的位置，我应该用更努力来应对，而不是在下面搞一些小动作。我是说，梅毅集团那事儿，我没有站出来帮你说话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我改了光彩照明的备案日期，你一定会站出来帮我的。思雨，那件事儿我也有责任。袁姐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师傅。我争取以后只教你好，不教你坏。我尊重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，我也尊重各位最后选择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们错了。终归有一天，你们会为今天投票而买单，也会为你们的选择而后悔。王总刚才承诺，他通过资本运作，在很短的时间，让在座的每一位身价涨4倍甚至5倍。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能做到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缺乏真正价值支撑的市值膨胀到底能走多远？请进。袁总，思雨姐，快看手机。怎么了？潘总被罢免了。做实业很难，赚钱很辛苦，但是我们做实业做企业不仅仅是为了挣钱，我们要在竞争中寻求长期的发展。在商言商，我不耻于言利，但是计利当计天下利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实业兴，经济兴，
实业强，国家则强。我坚持认为，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才是一个企业的正道。老老实实，心无旁骛地做实业，才是一个企业的本分。所有的一切包装、炒作，最终都将成为泡影。我今天被野蛮人打败了，但我相信，这一定不是最后的结果，我会回来的，因为我坚信，我为绿宝设定的路，虽然很难、很慢，但一定会走得更远。潘总，对不起。不怪你，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，导致本来支持我的股东，最后都投向他们那边。但归根结底，还是我连累了您。早在谈股权合作的时候，王子如就在谋划今天。我答应给他23%的股份，正中他的下怀。我还是不相信子如就会这么干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一次意外的撞车，他没向我们索赔，走了自己的保险。平白无辜的他这么帮你，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您的意思是，他当初跟我接触就是冲着绿宝来的？你认为呢？我是做销售的。哪家公司啊？绿宝。那家新能源电池公司啊？您知道呀。我的车不用你修，费用也不用你出。不会吧？现在看来，那个传言也是真的。什么传言？当时我同时和三家公司谈股权融资，华兰和沪银却中途退出。有人告诉我，说这两家都遭遇了来自田野集团的骚扰和压力。当时我并不相信，因为我并没有告诉他另外两家公司是谁，他也没有渠道知道。其实潘总能任命你当销售总监，让我对绿宝的管理团队就更加有信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些高管跟那两家公司的代表见过面了吗？你说华安跟沪银啊？他知道。不可能，他怎么知道？是我告诉他们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部下？潘总，对不起。不许哭！你再敢哭，我这一辈子都不认你。我不哭。我是不会认输的。绿宝
我一定要夺回来。潘总，您需要我怎么做？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吧。对了，来电的第二轮投资我艾玛能出，你要自己想办法啊。别放心，我也不会认输。商务合作方案我这边已经过了，不过我们郑总想见你一面，在最后敲定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有空。明天郑总在酒店会参加一个会，中间有几分钟的休息，正好可以和你聊聊。好的，明天见。你还好吗？听我说说最近的消息，一朝一夕，有的甜蜜，有的无力，还有一些无从说起。这么久已经学会了放弃，放弃执念，放弃眼前，放弃贪欲，却从未想过放弃你。新声音，孤单的世界里，相信意义，痛了才学会珍惜，亲爱的自己，用尽全部力气，怀念从前日子里，简单的你，把困难化作勇气，人潮拥挤不退避。成长难免伴随挫折围绕，跨越困难的最好的办法是微笑。面对的所有惩罚，害怕吗？全都收下吧，那些关心真破甲，曾过不去的伤痕也不过是靠伤疤。我们如此嬉笑又如此坚毅，偶尔计较又偶尔坚定，成长过有迹可循，原来是留下的踪迹。曾经一直追逐的背影，终于回头把我抱紧，还是那熟悉的你。信心，寻找当初的自己，横冲直撞不逃避，横冲直撞不逃避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天空终于放了晴。